形狀扁平的 Nidilaghi 煮九分鐘，然後充滿咬口啊。It tastes perfectly with the Italian tomato sauce。水滾之後落鹽，然後落 Nidilaghi， 煮九分鐘就可以做到 al dente 效果啦。平底鍋落蒜蓉、橄欖油、車釐茄、虎蝦，中火略炒，然後再落番茄醬、黑椒，再在醬汁度加一學匙意粉水，咁就可以令醬汁更加濃。最後落意粉同醬汁撈勻。